的这个啊心情来享受各式的美食佳肴啦啊、哦。那接下来呢，今天当然我相信除了有这个我们的新人的这个好朋友好同学之外呢，还有更多更多的是从小看着新人长大的这个长辈朋友。那在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，阿渊从四面八方来到这边，就是要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啊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安排一首好听的闽南语歌曲啊，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棒啊，要来祝福我们的博瑞还有心怡啊，都可以跟这个歌迷一样，两个人手牵手一起到那个赤道背角，送给大家这一首好听的歌曲，谢谢。